浪漫武侠手游《天剑奇缘》职业手曝光，特色玩法抢先看。由 Insta 星彩数位所代理，结合战斗、社交互动及浪漫修仙的手游新作《天剑奇缘》新十七日曝光职业角色及游戏特色玩法。全景仙境，浪漫到底。使用先进的 3D Unity 引擎技术，打造绚丽唯美的场景及细致的光影特效，无论是高山流水或是刀光剑影，都能让玩家享受最真实的视觉效果，完美呈现游戏画面。在这灯光美气氛佳的场景中，妹子鲜肉还能不被你迷得不要不要的。甜蜜邂逅，轻松脱单。强大的婚恋系统，玩家可不限次数与异性进行配对。确定真爱并完成一系列浪漫的婚礼仪式后，夫妻便可拥有专属时装、副本及装备，日后更可共育小 baby。搭配游戏内建的即时语音聊天，走出虚拟游戏世界，展开真实的甜蜜爱恋。还没脱单的玩家先别紧张，为了强化玩家间的交流，游戏中的同伴情缘系统与好基友好好培养感情也能大幅增加战力。自由交易，随时随地，全服开放自由市场，交易定价玩家自己决定，免氪金也能拥有各种神装及稀有萌宠，这是一款真佛系游戏。离线挂机，躺住升级。人性化的离线挂机设置，让你免上线免耗电，也能轻松练等。对于无法经常使用手机的上班族、学生等玩家，再也不用充等充到心累。单打群斗，插你一个。丰富的竞技系统 ,1v1,3v3, 还是跨服大乱斗等，应有尽有，还有海量的 Boss 全天定点刷新。无论是边绿人还是喜欢呼朋引伴，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，来场激情的战斗吧。长歌门使人入迷的旋律是真正的法术，来自长歌山巅，将琴化作武器，以充满力量的曲调打击那些毫无戒心的敌人。武器琴攻击范围，远程法术定位，范围爆发控场能力，神机营天枪祭出，魔物聚散，代表炎火之山不可侵犯的强盛与力量，一旦举起长枪，必定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。武器长枪攻击范围，近战物理定位，高坦度单体爆发反伤机制，桃源谷旋转跳跃，灰飞烟灭。牧师系萝莉，游戏中的卖萌担当，不只能歌善舞，还是为擅长使用扇子作战的朋友呢。武器扇子攻击范围，远程法术定位，群攻补血持续作战能力。